第六十一代王觉义祖师，东土十五代收元之始。十五祖姓王，会西孟，字觉一，号北海老人，乃水金子化身将士，又丧父母，替人牧牛。十七岁往山西访道的受真传者，有礼数和解、三教圆通等，重新阐明姓李真传。至光绪三年1877年，陈运道转贵州西甘棠，改称东镇棠。